今天跟老婆来我家地里面，我家的桃子熟了，啊，多摘几个，你们看，哇，太漂亮了。不怕。这是老爸自己种的，让老爸开吃一个，你们看，一棵树上都熟的是。不怕。嗯，开吃一个啊，这个看着就好吃。嗯，怕。老爸给装看一下里面，给你们看一下啊，这个没有。怕。特别好吃，我也等一会儿开吃一个。哇，你们看，一棵小树上长的都是桃子，就只有这一棵结，其他的都没有结。我发现今天的桃子，这个都被啥吃了？这个，甜的，小包子很好吃，很甜。我也开吃一个，我也开吃一个啊！这是自家种的桃子，所以说很天然。开吃一个，红红的，嗯，太好吃了。哇，特别美味啊，很甜。嗯，好吃。嗯哈，还好多，全部都带回去。你们看这个桃子的话，红红的啊，这是天的桃子，特别的好吃。